到东眼山了。今天走自导四步道，全长3.5公里，大概要行走1到2个小时。凉亭啊，这边有一个观景台，九琼，台湾原生种九琼。对啊，它这样是紫薇科啊，紫薇属的、啊。对，是的啊。爬不爬？上次我们去镇西堡的时候，我们用断了一个登山杖，我们买了一对，去 Costco 买了一对，非常的划算，一对才多少钱？1099元，而且很轻，非常的好用。自导四步道顺势而行，多是缓坡上路，沿途林荫茂密，海拔在800到1000公尺。现在是夏天，走起来还蛮凉的。东眼山是北部享受森林浴和避暑的圣地。那早期东眼山是北部重要的林场，所以会看见沿路上都是人造林。这边给我救护车吧。对，抱歉。140哎，应该够我。我们刚在东眼山下面的时候是人造林，那我越往三角点这边就是原森林了。东眼山的楼梯真的很多，三角点的地方。来，我们已经到三角点了。东眼山三角点标高1212公尺，它是台湾小百岳第22号。那东眼山的由来，是从石门水库及阿姆坪的方向眺望此山。库是一颗向东耀眼的大眼睛，故名东眼山，是泰雅族语。我们现在要到三角点旁边的观景台，在这里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台北101、大屯山、三峡、台北市景啊、港珍河、大汉溪、观音山。哎，以上都是用幻想的。对，是，实际上是要用望远镜啊。啊，我们刚刚从景观台看到的是五指山，
101星光三月七星山新店溪，我们现在要下山了。那我们是7:27上山的，现在是8:35。我们已经走了1016公尺下来，现在准备去餐厅坐下。好，停车场了。这就是捷径嘛。哦，你说当我们有一个岔路的那个支线吗？不知道，就捷径吗？那我们是走这里。然后这里就是去那个东满步道北岔天山满月园。然后这里就亲子峰。我要买这个。1只、2只、3只。好。吃吧，送你一只。我讲这个啦，这个叫观音坐莲，这边冥想嘛。不能超过300公斤啊！不能呀，无300公斤啊。